同台的两位，有请有请。两届的歌手，第一届、第二届的歌手啊。啊，比比，到现在你已经拿了三个奖项了啊，分别是新中国语力年度歌手歌曲，还有全国最受欢迎歌曲，三喜临门，讲讲感受吧，因为大家都很想听你多讲一些话今天。对，大家可能想听我多讲一些话，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话很少的人。就是还是一样要谢谢星辰电台，然后谢谢瑞哥，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，谢谢。谢谢宗伟，也是感觉话挺少的，但希望你能多讲一点好不好。其实非常开心能够拿到这个奖项，真的要感谢所有星辰电台的 DJ， 谢谢瑞哥，然后还有这么多支持我的鸽子朋友，然后希望今天都大家都可以很开心。对，是，也希望等一下你给大家唱出更多好听的歌曲好不好。来，先请两位先休息一下。谢谢两位，恭喜两位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。对。